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阿拉。好，这次来玩看看我们的紫卦，对我把这个手机呢，罗生门的震动呢升级成紫卦了。但是有人说，因为紫卦跟金卦的效果其实差不多，所以呢我就不打算升金卦了，可以省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金卦好像只是多了一点，多一点什么效果？就是那个手机跟那种围绕的效果而已。然后整体来讲没有差多大，所以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次呢，正教一下变换，至少两个医生，还有个先知 ，OK， 来破译。好，那个变换过来了。然后呢，监管是好像很常遇到只要是 PPH 很常遇到约瑟夫为什么？反正就是约瑟夫，对，这里是约瑟夫。好，医生中了，医生中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无能为力啊。好，医生倒地了，看能不能在镜像解除之前把这台破译掉，我觉得很有希望因为现在时间还很够，他现在在那边而已，应该还没办法到这边来。好，所以好，我现在不得不说，这个白呢配这个挂饰呢，其实是蛮帅气的，对这个鸟整个就邪恶起来了，变成有点恶魔的感觉。然后一只眼睛呢是红色的，对不对？那其他鸟其实也是一样，反正它就是因为挂饰，然后额外增加的效果，整个鸟都变得 OP 起来了。好，我可以破译掉了，还真的破译得掉好，医生不知道倒在哪里。倒在哪里咧？倒在那里，我直接去救他了。好 ，OK， 等我一下，有点远不是，是非常远。好，等一下等我一下我马上来咯。马上虽然移动速度有点慢，但是等我一下好，其实不一定要配芥川龙之介的造型我觉得其实对，因为因为芥川龙之介它是龙嘛。龙再加上这个头上那两个触角，我觉得也是蛮搭。但是鸟也是可以，没有违和感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我来救了。感觉好像这局会拖蛮久的。救掉了，好，他自己摸吧，他是医生。好，走喽，不要浪费时间，马上来破译。好，这边应该是台机子，好像还在破译，对不对？有震动是谁啊？老约在那里。没有人在破译，那怎么会有震动的感觉？这台有点麻烦才刚开始而已好，目前有心跳声中了一下，要给鸟吗？给一下好了。效果是这样子，还不赖。我挡 ，OK， 帅哦。好，顺便可以解成就应该是成就任务解掉之后分数会变得更高，对。好，病患倒了，没办法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还有机会赢不要妄自菲薄。OK， 然后现在病患附近有谁？医生蛮适合去救的吧？医生，我觉得。用了镜像。丢掉吗？丢掉，丢掉了！不要再中招了，拜托！破译机的时间不太够啊。好，病患现在倒地了，糟糕！要飞了吗？要飞了，感觉不是很妙镜像结束前，这应该破译得掉，没问题他镜像太晚放了，所以这条解得掉。好，解掉了，走。那个病患倒地了，倒地，倒地，倒地。不过换人放椅子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再来破译，这时候就不能去搅局了，浪费时间。好的，这台就是这台了。这台有破译这台的进度我看一下。可是镜像快结束了，来不及了。但是也没差多少，一样可以解掉一台。居然被我拿到遗产机！好，病患倒地，一个病患上椅子，现在只有医生能救了，医生赶快过去救吧！我现在赶紧来破译，抓紧时间。好，目前医生看行不行医生救掉，挨了一刀，救到病患。好，然后他应该会去抓另一个病患吧？趁抓的空档，两个逃掉。好吧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了，飞掉一个了。不要开镜像的话，应该是破40%、30%，
开镜箱应该就解得掉了吧？我觉得，而且现在是破译加速的状态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开镜箱了，绝对来得及，只要不要堵到我这台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好，它距离有点远哎，所以应该不太至于会过来吧？现在走过来也来不及了吧？哦，病患也过来一起破译吗？那就更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我可以直接解掉了。300%直接解走，想不到吧？直接解，然后开大门。好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可以进去好好欣赏一下这个挂饰的效果，确实是还不错，确实是没有违和感。对，好 ，OK， 但是我鸟子用一次就没有了，心跳声来了，糟糕，老爷来了。哦呦，好锐利的刀！哦呦，还闪现呢，还好没闪到我这里来。哦呦，真的很锐利耶！哦，再补一刀，他那一刀很邪恶哎，抓角度给刀哎，一直想要抽板哎。哦，听完趁乱逃走了。啊，那医生也过来了，是不是？那医生可以帮我摸回来了吧？距离拉远一点。好，这边应该可以了。没意外的话。老岳也不会只守啊，应该会去另一个大门看一下，是不是想赌一下吧？那趁治疗空档直接回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套路而已，所以老岳应该不会回来了，是吧？而且他带的是闪现，刚刚也用完了，正在 CD， 就算用了底牌也没用，对，时间来不及。好，走了，这局赢得蛮轻松的，头也不回。好吧，来玩第二场。好，第二场就在湖景村，对，然后三个好像是开黑的，因为他们的 ID 是很像的，非常的像，对。然后这种介绍，囚徒、先知、小女孩、画家。OK， 然后看到了这次的监管是杰克，然后杰克我本身不太会溜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困难，对，有点困难，好，有点痛苦啊，好吧，先来破译。杰克在找人，哎，有挥刀嘞，不知道是找到谁，盲猜，囚徒，因为我到现在没听到电机连结的声音，哎，听到了，所以应该不是囚徒。应该是盲猜，盲猜画家。哦，是小女孩，猜错了，是小女孩。好，小女孩的话，要逃掉的话，应该相对于画家来比，应该比较轻松一点吧。好，挡。哎，哎，我没按到吗？脱离系统管制。哎，哎，所以是挂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什么意思？而且是刚给鸟状态的时候，监视画面的时候看到这个状态的，所以他是在挂机吗？有吗？那刚是谁在溜？系统在溜吗？不知道，还是救一下好了。毕竟才刚开始而已。哎，距离这么远的、哦，好远哦！我还以为是在这边呢，房子这里不是哎。好，应该是没办法了啦。哎呦，误认了，好凶哦！啊，给鸟没给到，这局怎么了？怎么按的这么不顺？哎、欸，挂机，是真的在挂机耶！好，这是两次，连续两次没按到鸟哎。不过也还好没按到鸟啦，我觉得这时候按也不太划算，因为小女孩她挂机，所以好吧。哎，不是开黑吗？为什么队友会挂机啊？不是开黑局吗？不是剩我是局外人而已吗？怎么回事？哦，破译掉一台了，是不是使命要追我啊？好像是哎，哎呦，还真的嘞！糟糕，他来了，杰克！哎呦，还好这鸟给对了，好，还是要给自己啊。
翻过去，溜一下，溜一下。人呢？哎呦，在后面，好恐怖哦！好恐怖的甜点师傅哦，是蛋糕师傅吧？哎呦，再绕过去，再绕过去。糟糕，我快死了！糟糕，我没飞轮。糟糕，糟！哎呦，还闪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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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办法了，我倒了。换我上椅子啦！他们好像在破译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来救啊？感觉好像不太会来救吧？感觉我好像有点危险欸，欸，好像应该来救了。好吧，那这样的话我还有机会。然后飞轮也快 CD 完了，那我的鸟还没有，所以逃掉靠飞轮，好不好？只能靠飞轮。好，竟然是囚徒来救欸。好，无人没打到。浪费了一下无人，但是一样是过半，不过破击剩一台。骗骗骗骗第二次，骗第三次，骗第四次，骗第五次，哦，灰了，杰克终于忍不住灰了，还电了一下，还不赖，哦，应该可以吧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哦，差一点，哦，这个闪现太刁钻啦。还好飞轮闪掉了，有鸟有鸟，再一次，超级神奇，都防住了，都被我防住了。杰克很生气吧？对，这真的是刚刚那一波操作，真是蛮厉害的。好，等一下可以再浪费一些时间，压好密码机了。哎呦，有希望哦。哦，他绕过，他绕过，他绕过，他是骗到我一下下了。这个距离可能有点不妙哦，我可能要先倒一下了。杰，帅！哦呦，哇，他刚那一下差点会到我哎，超级近！刁钻啊，刁钻，超级刁钻！跳个板。哎呦，哎呦，穿墙误认吗？这等一下穿墙误认啊！盖个板，哎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哦，还好他没有挥到，要不然绝对中。好，误认他消耗掉了，哎呦，浪费了几秒的时间。他误认 CD 应该没那么快，再绕一下，但是我好像也出不去啊，我好像也出不去啊。是说快走没错啦，但是我也出不去啊，有没有谁来帮个我？例如放个话之类的，没有。好吧，等一下，这边地窖，哎，他们先走掉，我其实可以走地窖，哎。好，囚徒走掉了，啊，走掉，走到地窖开，地窖开了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来喽！巫人用掉，巫人没用掉。我刚好听到空灰的声音啊，可是巫人没用掉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哇，气死了我！好吧，各位，我尽力了。